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明哥。好了，这个咱们又来到了这个健身房的东西。废话就不再多说了，这次不再说那么啰嗦的这个废话，我们就直接开干啊！啥都别说了，一会儿就让天美亏到家。来，六公斤负重深蹲三组，第一次，来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再蹲低一点，大腿平行于地面，尽量先去屈髋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还有五次，最后五次，来，五，大腿平行地面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休息。来，负重深蹲第二组，来开始十五次，一、二，适当慢一点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第三组开始，十五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休息。深蹲跳三组，第一组，对，开始。对，尽量不要站直身体，尽量保持一个蹲的一个体态。中间双腿并立的话，可以说再蹲低一点。对。好，休息。深蹲跳第二组开始。好，休息。来，深蹲跳第三组开始。有什么不适的就告诉我就可以。我的都练一圈了。好，平板撑三组。第一组开始，三十秒计时开始，屁股往下沉，对，再沉一点，对，核心收紧，腰背收紧，坚持，二十、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第二组平板撑开始，三十秒计时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，坚持，坚持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。休息，来，战绳三十秒，第一组开始啦，计时。三十秒钟啊，还有最后十五秒，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，战神十秒计时开始，腰背挺直一点，对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战神十秒开始计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
七八九十，休息。给大家一个看一个好玩的动作。刚刚我看见这个红色的球了，粉红色的球，我跟教练，我说这个球是干嘛的？教练说这个是个瑜伽球，他说就来上面滚的。我说那只能女的玩呀、啊？他说那没事，你也能玩吗？我说那我上次就给他压包压爆了，对，在我们这叫压包的，用那个普通话说压爆了，对吧？他说没事，你压我压爆了，我你。我的天，你那真的可以，兄弟们！哎，那段啥没出来？你看质量，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说你做了也行，我自己真不感觉不行，我害怕我这个业务里面基本上就写完就，太好玩了。哎，好了，这样吧，休息了吧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那今天咱们就。不在这个做的过多的这个运动项目，因为这个时间问题，一会儿的话我还有点事情，这个要出去一下啊，所以说这个今天就这样好吧。这样子你小心就偷懒，不是跟偷懒不偷懒没有关系，关键是这个确实有事儿。实际上昨天就应该来，但是昨天是因为事情太多了，后来就这个延迟了一天，今天才过来。好吧，朋友们，那个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，呵呵，拜拜。